决战天龙国南北之争，走进少帅幽静故居，品尝养生美馔，寻找神级卤肉饭，人潮蔓延两层楼。老板说先站三七步，然后用腰力。搭乘猫缆升空游，大啖特色茶料理，入住指南宫，期盼旅仙组来此梦。我来到指南宫呢，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哦，就是启梦房，也就是全台唯二的启梦宫庙。更多精彩内容，旅行东西君本周六日1314陪你玩乐一生一世。